奶奶，我想要一个新笔盒。没有开学，买什么笔盒？你看我的笔盒都烂了，怎么用啊？等到学期来装的了吧？开学就买了。谁说开学才可以买的？我都没有用了。对啊，奶奶，笔盒坏了，很不方便了。奶奶干活的人工钱都没得开，要钱的你就捡这个平心罢了。奶奶，我来捡吧。这也没有多少，能卖几块钱啊？偏偏有一对嘞，就够几块钱了。奶奶，你这个手干嘛了？这里是前两天不小心割到的。怎么不用创口贴的？不用了，奶奶放太布了，加一下就好了。嗯，装满了，妹妹，等一下你拿去卖我，这么多就应该够了吧？我才不想去，又卖不了多少钱。你拿这个拿去卖就可以得有钱啦，还可以买新笔盒。我才不要你的呢。哦，那你跟我一起去哦。我就不去了，因为奶奶这里还有很多活要我干呢。哦，跟妈妈一起去了。不要了，你们帮我装好车就得了。小亮，来帮我收上去给他。哦。干车了吗？哦，知道奶奶。老板，卖东西。快点拿来。爸爸，你回来啦。妈，还没弄好啊，厂里等着用呢。开了，还差一点点。好的，那我一会再回来拿。对了，小天，我拿了这个钵钵鸡调料回来给你们。上次你不是说想吃四川冷串串吗？对呀、啊，可是妹妹不能吃辣的呀。没关系啊，妹妹不喜欢吃辣的，我们就给她做这个藤椒味的钵钵鸡吧。哦，那我拿回去做了哦。嗯，可以。你会不会做？这上面都有说明的呀。哦，好的，那我先拿这个上去。来，这边。啊，妹妹。嗯，谢谢。这十块钱应该可以买很漂亮的笔盒了。越害怕得到，你似乎又笑着奔跑。老板，笔盒在哪里啊？在寻找，明天你好，声音更小，却提醒我。哇，这个好漂亮啊！哇，怎么15块钱不要了？那么贵，我还是要这个公主吧。老板，这个多少块？要8块呀、啊！奶奶的手都受伤了，都不舍得买创口贴。那我不要了，不好意思，老板，明天再来买。又笑着奔跑，一边失去。再放这鸡脚进去煮一下。老板，我想买一盒创口贴。嗯。奶奶，过来串一下，这些我都煮好了。是吗？啊。这样要怎么串？来，我教你吧。先串进这个洞，再串进另一个洞，再串一个就可以了。奶奶，你慢点，别串烂手了哦。知道了。要干了。奶奶，这西兰花不是这样子串的哦，是这样子竖着串，串上这根。这个是有点辣的，这个是不辣的，这个叫藤椒味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嗯，这是你买的笔盒吗？给奶奶看看，漂亮不漂亮？我没有买笔盒，
奶奶，这个是创口贴。嗯，怎么用木马笔好呢？我要个笔盒，修一下就可以用。我都看见你的手受伤了，连创口贴都没有，我就给你买了。老麦，奶奶是不是很没用，钱稳不到，还要你们来照顾？奶奶，你别这样说，你这么用心照顾我们，就是你自己不照顾自己，奶奶你辛苦了。奶奶不辛苦。奶奶，我先帮你贴一个创口贴。奶奶很痛吗？没痛了，差不多好了。对了，哥哥做了这个钵钵鸡给你们吃。嗯，好香。那你们点点看。是妈妈的很爽。对呀、啊。